个伦克罗斯正穿着金色礼服，还有爱马仕东也穿了附属感亮片装。流行天后珍妮伯洛佩兹也是银色亮片礼服惊艳全场。主持人一开场是由皇后合唱团和歌手亚当兰德勒搭档带来经典歌曲《摇滚全场》，让大明星们全都忍不住站起来摇摆。韩国瑜被酸吐包子，他高 EQ 接招让话题延烧，现在就连好莱坞都封包子，因为动画短片包子夺下奥斯卡，吐包子也镀金，肯定让话题持续发酵。点台若仪综合报道。